啊？营养吗？我还留吃呢，这个。这啥呀？你啥？大哥，我俩一人正好一人一个吗？你跟大哥，你俩的身价能吃麻花吗？你俩留一个。给我俩留一个。那一人半就行了。那我吃啥了？那体重来的话，大票得吃一根。那也就给大哥吃得了。麻花的吗？我还要吃呢，给马了。马贝儿，来，小橘子来。真馋呐，这家招呼就过来了。啊。馋完完的，你这哪儿这吃的？谢谢。我就不给他馋的。嗯，让馋的。嗯，往前凑合你。嗯，你看。抢上了，我要抢没抢下来，没了，整个浪吞了吧，这嚼啊，嚼呢嚼呢，香吗？对你好不好？搁老板嘴里抢出来的，要不他都造了，真香的。